收到密报。锦衣卫保安，连杂人等速速散开。孙红，赶紧把这个尸体带回北镇府司，我们再验一下。慢着，是何人？我是皇上新封的剑术教导楚乔。如果你有本事破案，我就把手冲方便。剑锋乱声扰我清梦，我如弓如若龙，我狂狂的心都剑气如虹，明朝清剑如虹，清涛荡过他。这三场看似毫无关系，其实这三场都围绕着你。所以根据推演，他们最有可能动手的对象。天云等风，云州人间风雪浓，岁月无踪，逍遥无穷，红尘中天涯谁与共，皓月当空，心灰其中，我自去与天地作梦。一个无辜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是亲人。你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可看不到。表面的真相不一定是真正的。来日方长，不用跟我见安，我保证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。里头已经按照主子的吩咐安排好了。刀剑纷乱声扰我清梦，我如弓如若龙。怎是你？看来你就是严大人心爱送的礼物。放开我！皇上命我率部迎接大梁太子，诸位都准备一下。来啊！好。